现在这个竞赛吼，到目前你感觉有啥物要讲的？替小气，替小气，替小气。一个甜的。现在合唱团主持节目也多，广告拍的也多，啊，到底三节是给你偌济？伊拢几千块呢？哈？生意偌济？生意偌济？生意三千。生意三千？太扯了！生日才三千？对啊。母亲节一样啊。过年嘞？啊，过年有当一万，有当八千啊。哦，好像低了一点点哦。以前五千啊，以前五千啊，五千啊，五千啊，六千啊，五千六千，涨到八千，对啊，还是一万啊，八千一万还是低了一点点，好像低了一点点。欠的人就是安尼。张面前这边站，这件事情三个妈妈都非常的同意。哦，就是她的生日，你包多少？生日哈。哦，厉害啊！我有点记不起来。妈妈会告诉你多少？都是雅兰包给我的。哦，雅兰包。哦，都雅兰包。三千。哦，三千。啊？雅兰包这么少哦？过年你包多少？过年啊，过年大概。过年总是回去了吧？有要吧？有有有。对过年你不能不记得啦。有啦，一万以上有啦，一万以上。以前五千，也不是，因为我直接告诉你，以前五千，后来要涨一点点，六到八。哎，你还包单数哦，你这个人，人家给你二十万要出去，不是不是，怎么包三千？因为哦，因为私底下讲，我包给岳父跟岳母数字不一样。所以我就不敢讲太明，你知道，我怕岳父有看到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一个三千，一个五千，来聊干嘛，对吧？丢宝，我给你是比较大包，他岳父更低呀。五三千，那你比三千还要低，是给我三五零啊，三千三五零，三五零啊，三千是生日嘛，过年不可能低这个数字啦。那过年最少都有一万啦。没有，哦，不是，那以前呐，所以以前最近这几年都有啦。这几年有好，应该有六到八千了。好，六到八千，六到八千。哦，那现在因为我们有稍微。初算过你的收入，对，连这个都有初算，大概1590万，你就知道我很可怜了吧？没，收入这么少。以带状节目来说，对，哦，应该报告金姐，我节目停了。但是你是刚刚而已啊，这一年前以前都有啊，你带状节目一直维持啊，外景啊，对不对？代言啊，广播啦，我们那时候我出估了，应该是广告代言，应该有50，过个年不用三万吗？会不会一下涨太凶啊？会不会？不是，不是，涨到三万的。没有，不是，因为你以前太低啦。哦，以前太低哈。黑啦，不是，太低显得跳很高，有没有？但那你现在意思是说，岳父加岳母两个人一起三万就对了吗？还是说分开啊？不是，你要告诉我明确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等我。敲嘴，敲嘴，敲嘴。因为我都分开给啊，对不对？几两三万了，可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可以请个三千两千的吗？你要不要睡一觉？对镜头，不然觉得你讲多少？你讲个数字，你讲个数字。好啦，好，三万跟两万八其实也没差多少了。对啦，对不对？那就三万啦。耶！